怎么还不上来？你怎么才来啊？产品设计不用那么着急，距离上线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。 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还是南宫和你说了什么？我让司徒把他叫过来。 我相信你，顾学长。我相信你。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南宫不是我的前女友。 你说不是，我就相信。我给你时间，好好整理你们之间的事情。好，你也不要乱想。你现在就好好做你现在的工作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 好不好？我等你。 我想和你见一面，有些事我们需要好好聊聊。好啊，你想聊什么？明天我去你办公室。这件事不方便在办公室聊。是吗？顾总，终于想跟我聊除了工作之外的话题了。时间、地点，你定。好，时间我定好后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我很期待。 你以前的朋友都不住这儿了，不过呢，你出国前寄存的行李，他们都交给了管理员。谢谢。不过除了这一件，这些都不需要了，扔掉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青春。 哦，对了，你帮我订一间比较特别一点的餐厅吧，要最安静的。可能过几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客人，要跟我好好聊聊。好，顾西城吗？
放弃。你可以的。听说那个贺锦熙昨天又加了一夜的班，不就是个新品系列发布吗？他用得着这么拼吗？他就是想特立独行，压南宫总监一头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他再怎么用力，都不可能超过南宫总监的。就是，我去。很闲吗？没布置工作？不知道公司里碎嘴是个什么下场吗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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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奇姐。贺锦熙，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，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，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。我去对用料数据啊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，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公差，我出去一趟。注意安全，手机保持联络。太晚的话，我去接你。中心酒店，往事包间，7点，我等你。